春节渐近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进入倒计时。为了增加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年将首次向观众赠送2020年春晚直播门票和多轮次的彩排门票。如果观众想提前目睹春晚真容，甚至是身临其境体验当晚直播现场的氛围，就请下载央视频，在那里通过抽奖可获得春晚彩排门票和当天的直播门票。央视频是一个有品质的视频社交媒体平台，被称为看视频神器。观众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央视频客户端，机会就在其中。